在地上摸爬滚打，他把鼻子放进嘴边，向嘴里吐出了一团白烟。他是在抽烟吗？仔细看这里的画面，他好像不是在抽烟，而是在嘴里嚼着什么东西，顺便喷出了一大团白烟。这是动物学家在野外森林里偶然拍到的一段视频，一头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在地上摸爬滚打，接着他把鼻子放进嘴里，稍微停顿了一下，突然之间向嘴里吐出了一团白烟。我，他是在抽烟吗？抽烟不好的，抽烟会危害身体健康的。不知道这位象哥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呢？烟雾挺大，挺拉风的。等一等，仔细看这里的画面，他好像不是在抽烟，而是在嘴里嚼着什么东西，顺便喷出了一大团白烟。嘿，原来这头大象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味的是木炭。木炭是森林大火烧成的，刚出炉还冒着余温。大象用鼻子优雅地把木炭捡起来送进嘴里，开嚼之前先把烟灰吹掉，所以我们看到了它在吞云吐雾的样子。Nice。但是问题也来了，好端端的一头大象为什么要嚼木炭呢？嚼点树叶、树皮啥的不香吗？这个时候张三迎面而来给了一个答案，他说大象嚼木炭就好比我们人类嚼口香糖，都是为了一个字，清洁牙齿。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我们都知道木炭里含有碳化物质，可以吸附掉牙垢残留物。据说古人就曾经用木炭刷牙，而木炭牙膏也被发明了出来，只是一口白牙会瞬间变成满口黑牙。牙齿对于动物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此各种吃货动物也学会了不同的牙齿护理大法。比如非洲的河马，牙齿虽不多，但对于他们来说那也是干饭的必备渣火，日常护理必须要做好，所以河马配了一群家庭牙科医生鲤鱼。在大餐过后，河马会一头扎进水里，而鲤鱼群早在一边等候了。每一条都有蓝翔技校的加持，经过了专业培训，带证上岗。他们先给这位马大爷提供面部护理套餐，接着是全身无死角的按摩。在这样的表面工程完了之后，舒坦的马大爷乖乖地张开大嘴巴，接受鲤鱼群的高端口腔护理服务。相比于如鱼得水的河马，生活在陆地上的猴子就没有那么幸福了，但他们依靠心灵手巧还是学会了一些高级的牙齿护理技能。比如这种来自泰国的长尾猕猴，他们会优雅地把人类的头发捡起来当作牙线，在饭后来回拉扯。而同样聪明的大象很有可能也学会了类似的护牙技能。但是大象的牙齿跟别的动物有点不一样，长长的上门牙长在外面，主要作用是显摆，并不需要护理。真正要护理的是它们嘴里的臼齿。作为陆地上最大型的草食动物，一头大象平均每天要干掉300-400斤的植物，简简单单吃棵树也只是开胃小菜。要啃树就必须有一副好牙。你看大象的臼齿一共4大颗，每一颗就像一台大磨盘，任何的植物纤维塞进来都会被磨成渣渣灰。但是常年累月这样的磨必然也会带来严重的损耗，因此大象的臼齿演化出了轮班上岗的制度，一头大象一生当中会更换5套臼齿。既然牙齿坏了会长出新的，那么大象就没有护理牙齿的必要了，所以张三提到的嚼木炭是为了清洁牙齿这样的假设就不成立了。难道这头大象嚼木炭是另有所图？这个时候李氏登场了，他说大象并非在嚼木炭，而是在吃木炭。仔细再看，他嚼完木炭并没有吐出来，确实是直接吞掉了。啃树也就算了，为什么连木炭都不放过呢？真的有这么饿吗？还是木炭有什么重要的营养成分我们不知道的？阿龙吃过烧烤但没有啃过木炭，所以并不知道这些暗黑物质具体是什么样的味道。但发生在非洲的一件离奇往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大象吃木炭的谜题。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东非的一个岛屿桑吉巴尔岛。2008年的某一天，岛上居民烧制的一些木炭突然间不翼而飞，后来发现是附近的一种猴子偷走了木炭。这种猴子叫做红色油猴，它们偷走木炭并不是用来画画或者烧烤，而是直接放进嘴里啃。真好吃，有妈妈的味道。科学家经过观察发现，红色油猴平日里喜欢吃一些芒果树叶，这些树叶有一定的毒性，会让油猴的胃感觉到翻滚，从而引起消化不良。所以科学家说，油猴吃木炭的主要目的是中和胃里的树叶毒性，达到解毒助消化的功效。直到今天，红色油猴还保持着逢年过节吃木炭的传统。
你看这一家子啃一根木炭都能啃出甘蔗的样子，三叔看了都忍不住要长按点赞和关注。万万没想到的是，印度森林里的大象竟然也学会了红色油猴的这种自我养生大疗法。到这里谜题顺势解开了。